那目前这边有黑糖350克，扣完啊！啊，我不知道碗多重，250啦，比一，好，一比一，每克有零，就加扣完60克。好，火腿再加30。好，那切重点就是姜。哦，那就300了。好，随便。这要切很细，因为把这个头弄掉。试试看，用叉签的话比较快，就变成姜汁出来而已了。很好啊，我们就是要喝姜茶呀。它纤维很重啊，你看。哦，所以那个的切那个没有办法刨掉。这样就这样子。哦，所以是要用切的。好了。好，切完了，然后咧，然后这个先收摊啊，这个来，好，开始炒。更久，要炒一个小时，它也是。两只锅铲一起就比较快啊，它没办法，因为它要受热。那用中华炒锅会比较快吗？不会，它要平底锅。你如果是那种加水，它是很快融掉，可是要炒到这样子。哦，开始融化了。哦，融化了，融化了。这个就是 caramel 焦糖来的。如果融掉，它一定能融掉，很快就融掉。把那个姜末先倒下来，姜末先倒下来，因为它有点水分。这个好像我在玩那个加苏打，然后会膨出来那个控饼，对，控饼，来姜拿过来。要等一下全部姜都会卷起来啊、嗯，所以是有空间会出来，还可以慢慢加的。对啊，它会缩成一点点的，所以姜因为姜那么多的情况之下，就慢慢加。现在把它炒到它卷曲，它卷起来的。可以。这可以，这个、放起来就是姜片了，就是那个晒干的那个。对，哎，这个就是卷起来的，大小差很多。炒到这个状态，然后炒不下去，它散掉了，代表还要再炒。因为一口气不能加太多，就不好翻。那个桂圆点就列出来了。零，等一下，太多了，炒到那个糖看不到的。看它糖浆有没有直接留在上面，就把它拿起来，看看有没有散掉。没有，对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可以装箱了。下一步什么？等一下凉就切片，就这样子。现在已经干掉，可以装箱了。表皮的布，如果它干不了的话，可以丢到烤箱里面低温烘干。哇塞！完成。